那明年《复仇者联盟》3就会上映这部电影，那么其中灭霸会登场，也是漫威迷们的好消息，终于可以看到灭霸了。那么今天就来一场 There is no one 漫画 above 英雄对卡普空啊，这个游戏里面有灭霸，我今天来使用一下灭霸，灭霸和奥创的组合迎战绿巨人和雷神。因为前不久，刚刚的上映的电影就是《雷神三：诸神的黄昏》。《雷神三：诸神的黄昏》呢，里边就是绿巨人和雷神搭档。那么新的这个《复仇者三》呢，它的电影预告片里边，灭霸出现非常的猛，好像秒掉了钢铁侠。当然，单挑的话，灭霸应该是非常强的。奥创，走你！来一个大招，又防住了。哇，绿巨人大招也是相当的猛。奥创在《复仇者联盟二》里边和雷神有对过。有宝石，每个宝石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好，重大招，解决掉绿巨人。最后，雷神交给灭霸，还有一丝血。防住了，好，使反派就是爽啊！当一次反派就是爽。灭霸真的很霸气，我们期待灭霸在复联三的登场。